见过。你告诉他，你不看。对，俺这比较重，量比较重些。俺家里可以吃，俺家里啊，哦，俺自己炸的不会涩。俺家这做啊，这让面看棒啊，那不对。你这穿细面。我不我看俺这样，棒的是干啥的哇？我忙的呀。你呀，你别，那你就把那边修了。好呀，好吧，好。对呀，我这个，我这个我那个。你妈呀，你那话好。啊。你这肯定是操作的。可以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他们都不敢把好东西。对，好，好吧，好钱的，好，谢谢。对呀，我那个也在讲，对呀，好。哎呀，他那个不对，不干净，没啥的，不擦的。哎呀，我就是不行，真的是，不要。哎呀，你好。我想Thank you.
那你要娶外国人啊？好像娶日本人。日本人更困。会吗？会。因为你都在日本啊。他们大部分喜欢留在日本。那你就留在日本啊。是可以的。你也不要。现在这公司外派就那一次机会了，之后应该是出差的。那就把他娶回来啊。可是最好在会旁边，你看那个运动选手那个，那个日本那个桌球那个，对啊，男人家对老婆好，老婆就不会吵，女人对老婆不好，老婆就放掉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日本超过，不要给他很多钱。你干脆你把你存款都给他好了，他照顾你一辈子。对，他应该是想要这样吧。钱都给他了，完蛋了，捡到老公，搞不了了。教一个人很累，教一个有知识的。教一个人我好，我们都会，你的话 OK 的。这边简单。比较麻烦。简单，按一下而已，不用困难。我还比手势给他按一下，估计起来就好啊，又摸摸呀，都无代志啊，都还在困。还好啊，你的头皮很轻，紫色，记住，紫色，跟我们的皮肤一样，我们的脸是白，除非你是南非啊，南非的人是黑，黑我懂啊，因为他们的黑也是这个黑。你没看过南非的吗？我看南非。他们不是很多人像昨天去看的，只是叫他的牙齿看得到而已，是那一种黑。他们是不是黑的？对，他们的头皮是也是黑的。他那个是他长的包啊？他头发少也看不太出来。看不出来，他就是黑啊。他们的皮肤都是这个黑哦。你羡慕？好，只剩下的牙齿露出来，你要不要？我就说我曾经在那个，在那某一边附近看到一点黑，第一次看到这么近，看到黑的，不是黑的那种，是完全像你的头发是红色的。哎呀，你的头发在哪里？额头边。对，给我剪一剪。然后不小心笑出来。被他看到了，我说你没事。其实那个黑真的是太黑了，所以让我看到人家就这么黑。然后心里想说他怎么办呀？然后突然就笑出了来。对，让他看到。再笑一下。